新情岚凭借古装剧《延禧攻略》重富察皇后一角走红。去年她与小十岁男星魏大勋传出恋爱传闻，也多次被狗仔拍到一起出游。虽然两人至今没有回应恋情，但是外界一致认为他们已经默认了。日前有狗仔拍到情岚在助理的陪同下到北京某家医院的儿科看诊，于是大胆猜测情岚和魏大勋好事将近，表示他可能有喜了。不过这个说法立刻被众多网友反驳，因为情岚如果怀孕的话，应该去妇产科看诊才对，怎么可能去儿科？稍早情岚工作室也发文回应表示，情岚只是因为拍戏期间咽炎复发，于是到耳鼻喉科看诊，同时也晒出了医院传来的预约简讯，否认了怀孕谣言。